语系打工代表系的人，我要去出去。超级星期天 ，Summer！ 欢迎收看《综艺万花筒》。大妹的眼睛跟脸型，这好像得到口蹄。钟楚红，小妹妹，超级星期天 ，Summer！我介绍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安全裤还露出来。徐怀钰，徐怀钰，咱们很可爱哦。飞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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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翔。飞翔从海外回来那次。哇，创造了我们那时候高达13的收视率。礼拜天晚上走路回家，然后听到家家户户都在放着超级星期天的那个开场音乐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拍三个，他推到我胸部，好舒服。欢迎收看综艺万花筒。介绍大家最喜欢的这个三位特别来宾，也是第一次在这荧光幕上复出。哎，就是。然后在那个楼下要上楼之前，我就看到志鹏，我就跟我同学讲，那张国荣怎么会来这里？哎呦呦！吴奇隆。那他其实说实话，他这么亮眼的人，这么亮眼的人，当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好坏啊！那你那当时看他们两位呢？我第一次看到吴奇隆的时候，觉得他很像那个陈势力，感觉得到口蹄疫了哇！这张比较像彭恰恰哎，阿妹嘛对，牙齿一样，阿妹啦，阿妹觉得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是觉得阿妹。那同学说有刘海，有刘海，有刘海，但是他不是看刘海的，看脸型，看好像在日本摔跤的选手，头发就知道哇，龙翔来，龙翔，钟楚红小妹妹，哎呦。真跑掉了，墨镜。哎，喂喂喂，可是中间这位弟兄，对了，就是你穿白色的。墨镜。没有了吗？没有。我休息，我休息，休息。来，你干嘛？我休息。我要休息，出去。天才冲冲冲！平易近人的主持风格总是大胆。好了，时间